Thank you.
请我们依然站立，一起用台湾基督长老将对信仰告白，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施行审判和拯救。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苦、钉十字架、死、复活，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复合。他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中间，赐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直到主再来。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他的救赎，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罪得赦免，以虔诚仁爱与献身的生活为荣耀于上帝。我们信上帝赐给人有尊严、才能以及善度，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因此人有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且有追求真神的心。但是人有罪，误用这些恩赐，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当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使受压迫的人得自由平等，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充满公义、平安与喜乐。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至圣的上帝，你卑微的仆人们诚心谦卑地站立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称颂与感谢。我们称颂你，因为你是创造的主，所有的生命的气息都是你所赐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看顾保守我们，并将今生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更感谢你那无比的仁慈，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透过这恩典的方法能和你和好，也得以仰望将来的荣耀。求你叫我们能够常常真心实意的感谢，也能够常常纪念我们生活中或远或近的人事物，并且为这些祷告。首先我们要为香港祷告，香港民众为了争取民主仍然持续抗争中，许多人为了这个事情受伤，也牺牲他们的生命。恳求主耶稣，你施恩怜悯，也彰显公义，使香港政府能有智慧和诚意与百姓沟通，也停止使用暴力的方式来对待人民。求主安慰，也抚平这段时间以来所造成的伤痛。我们为台湾即将到来的总统和立委的大选来祷告，恳求天父施恩保守，让国人珍惜民主，慎思明辨各个候选人所提出的政见，检验他们是否真的是为台湾的未来发展的政策，也为我们自己和下一代做出明智跟正确的抉择。亲爱的天父，我们也要为深化教会年度目标来祷告，特别是属于伙伴之间彼此饶恕的课题上，因为人与人之间因为个性想法的不同，难免会有冲突和嫌隙。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学习放手、饶恕和包容，也求你医治我们
在这些关系中曾经受过的种种伤害，让我们能够经历在基督里完全的自由跟释放。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牧者们祷告，我们为维伦牧师祷告，愿上帝保守牧师的家庭，他的侍奉，还有他的身体健康，也能够经历你丰富的恩典和供应。我们也为在校园福音团契服事的传道人张立安宣教师来祷告。我们感谢上帝，你带领立安姐20多年前远从纽西兰来到台湾，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她摆上她的时间精力，在台湾的中学生身上带领他们认识你。求上帝带领立安姐所服事的新营和嘉义的高中团契，在这新学期中都有新人加入。愿主耶稣帮助立安姐能够带领这些学生的信仰能够更精进、更茁壮。而校园团契的韩尼嘉营会也开始筹备，他们目标是要邀请100位学生参加。求主帮助他们在组长的招募、培训、关怀上面，以及敬拜相关的讲员邀请工作能够顺利，来帮助他们。最后，我们也要为生病已经出院的会友康复祷告。长辈小组的俊宏兄、竹敏牧师、玉慧姐的妈妈，我们求你保守他们的身体复原，能够日日有进步。也为正在接受化疗还有标靶治疗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以及他们有生活家庭生活压力有增加、工作不顺利的青年们祷告。求你用你的爱安慰和扶持他们，让他们经历你自己的同在，存着信心与盼望与你同行。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起印，我们一起来起印。起印文第二篇，诗篇第一篇。不听从恶人的计谋，不与无慢上帝之徒同伙，这样的人才算真正有福。他只爱慕上主的律法律，日夜默守不倦。他像移植溪水边的果树，按季节结果子，叶子也不凋零。他所做的事样样顺利。邪恶的人不是这样，邪恶的人要被上帝定罪，罪人要从义人的群体中被淘汰。上主关怀义人所走的路，邪恶的人却走向灭亡。我们请甘泉诗班献诗，他们今天要献的诗歌是《当向上主歌颂》。
来听上帝的话，记载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圣经读到这里，愿上帝祝福听他话语又遵行的人。今天早上我们本堂杨伯文牧师讲到的题目是我们聚是为了散，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大家可以有这个福分，可以聚集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同来敬拜上帝，来共享神家的爱。牧师相信上帝的心意因不迟为止，上帝他最深的期盼是我们可以通过教会的生活，我们可以通过团契的生活，我们可以经验到上帝对你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因此我们愿意踏出教会的大门，与我们的家人，与我们的同事，与我们同学分享如此大好福音的消息。如同圣经所记载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那个妇人，以及曾经从小就瞎眼的那一个瞎子，他得到耶稣的医治之后，他们都欢喜快乐，切切期盼与人分享他那生命奇妙改变的经历。各位姐妹，上帝他聚集我们在一起，一起来学习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大诫命的这个功课，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勇敢踏出去，来完成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的这个大使命的命令，将我们所领受他救赎的大恩与渴慕追求信仰的人分享，让更多的未得之民能得着福音的好处。请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我们向您献上感恩的祷告，让我们有如此的福分，我们可以通过教会团契的生活，以及我们弟兄姐妹的帮助以及扶持，让我们可以经验到您那丰盛的恩典。恳求主您开启我们的心门，柔软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可以通过您所启示的话语圣经，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激励，让我们空里充满热情，与四周的亲朋好友来分享这大好福音的信息。恳求主安静我们的心，专心聆听您通过圣经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让我们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祈求跟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在基督教刚开始拓展的时期，因为有很多人他们都未曾听过耶稣的名字，以及他们很难相信耶稣曾经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因此当保罗他将福音传到雅典的时候，当地人反应是这胡言乱语的，他想要说什么呢？也有人说他似乎是在传说外邦的鬼神的。在台湾早期的宣教师，有一位宣教师叫梅坚务牧师，他在台湾的中部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到菜市场敲锣打鼓来传福音，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大家来帮忙，上帝的孩子不见了。台湾人都非常的热情，跑来问梅牧师说那个孩子是长什么样子，他们想要来帮忙。梅牧师就对问他们人说，就跟他们说
上帝的孩子就长得跟你完全一样。很多人听了就觉得梅牧师你在开玩笑，有些人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的奇怪，但有人问他说，你说的上帝是谁？福音就是这样开始传开的。各位弟兄姐妹，当有人询问你福音的内容，基督教信仰内容的时候，你会如何来回答他们呢？若他们是戴着有色的眼镜怀疑的口气来质问你的时候，你是否会非常的紧张？你是否会板起你的脸孔？你会武装起来用维护真理的心态来跟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强力的辩论来护教呢？我们今天所看的彼得前书，它的时代背景，我们知道彼得前书它是写给一群不了解基督教信仰时代以及面临破坏初代教会信徒的书信。当时候的教会，他们被整个社会边缘化、排挤、讥笑以及诬告。在那样的情境之中，基督徒要如何来传扬福音呢？不论是使徒保罗或者是彼得，他们都写信劝勉当时的教会以及初代教会的信徒，你们要在生活上以及工作上要有好的行为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虽然当时的社会尚无法接受认同基督的信仰，但每一位基督的门徒都可以因着我们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活出有基督形象的生命，让别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是因基督而改变我们的生命，因此就不会随便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甚至可以渡他人悠悠之口。各位姐妹，基督的信仰是无法用辩论使人认识基督，唯有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他人的生命，才能让基督的福音来广传。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节，彼得前书第三章15-16节，彼得写信劝勉当时候正受逼害，但是他们却愿意持守信仰，并在他们生活上来好好认真思考了信徒。各位姐妹，当我们有人问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你要如何来回答他们呢？并且我们要用温和的口气来态度来回答对方，让询问的知道基督徒并不是像别人所说的那么样的可怕，并且要在日常行为之中有好的行为，让别人有好印象。若能如此，那么一直在毁谤基督徒的人，他们自己就知道惭愧。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在日常生活之中活出基督教导？我们一定会面临许多的挣扎与挑战。若我们的信仰没有遇到任何的挣扎、挑战以及张力，我们就要认真的思考，我们所做、我们所行是否有真正依照圣经的教导来行。若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是照着世界的标准来行，若我们的言行举止和一般的社会大众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让我们就不是过着圣经所教导那分别为圣的生活。若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见证人，或许我们会遇到挑战，甚至我们会与人来敌对。我们所信的与我们所行的落差很大的时候，就很有可能带给我们很大的挣扎与挑战。彼得通过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节，教导当时候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要如何来面对挑战，以及他们要活出基督样式而带来挣扎的时候，应该要如何自处以及面对。
牧师相信这段的圣经节对我们这个世代愿意跟随基督的人也有相当大的提醒与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到第十六节。十五节预备来，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第十六节，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你们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这份圣经节彼得提醒我们，当我们在面对不明白基督教信仰质询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应有的心态以及我们在实际行为上应有的基本态度。彼得在这段的圣经节他提到三样的心，第一是为尊主基督为圣的心，第二温柔敬畏的心，第三无愧的良心。这三种心将帮助我们在面临各样的患难以及挑战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仍然坦然无惧，勇敢面对。基督尊主基督为圣的心，就是要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实际做主，居首要的地位。虽然当我们面对信仰逼迫以及挑战的时候，我们内心有可能非常的害怕以及恐惧，但若基督他在我们的心里做主，主耶稣他所敞示的力量就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依靠以及力量的源头。第二，温柔敬畏的心，我们除了要预备好自己随时接受别人的提问，我们还要以温柔以及敬畏的态度来回答别人的提问。温柔是一种谦卑柔和的态度，柔和的态度让我们使人容易亲近认识主，并且容易让圣灵在他们的身上来动工。第三，这段圣经节彼得他提到一个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是我们可以刚强壮胆无所畏惧的原因。我们在世上应追求的不只是我们不能只追求人们的称许或赞美，我们要寻求上帝面前我们是否能拥有这个无愧的良心。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是过着敬虔尊主为圣的生活，当我们面临苦难我们仍能因主喜乐，当我们受人的恐吓我们内心仍能不惧怕，当我们能活出那美好生命的见证，这样的生命是极具有吸引力的。那些尚未能认同基督信仰的人，他们就会来问我们说，你们那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当有人因我们是过着敬诚分别为圣的生活而感到好奇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福音的大好时机。因此我们要常做好准备，我们要努力学习圣经，如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所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为那些心里已经让上帝预备好的人，他们想要接受信仰的人来做准备。我们可以解开人许多内心的误会以及疑惑，我们可以引他们来归向基督，我们更要将我们心中那盼望的缘由以温柔的敬畏的态度来回答询问我们、怀疑我们、质问我们的人。准备可以说是为我们自己，温柔是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敬畏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而在我们心中那盼望的缘由是无法取代，更是我们信仰重要的基石。
通过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节，牧师要与大家来分享思考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职场的宣教师，一个礼拜有七天，总共168个小时，7×24等于168，扣除2个小时，你只走进教会来参加礼拜，或者是每个礼拜你有8小时待在教会，你参加团契小组，参加礼拜，你参加诗班的练习，参加服事，参加各式大样小小的聚会，以及你会在大教会用餐，你一个礼拜差不多花8小时在教会。若再扣除你每天是睡饱8小时，7×8等于56小时，因此你至少一个礼拜还有100个小时，一年还有5200个小时，你会与不同的人，你会跟谁？你会跟你的家人，你会跟你的同事、老板、客户、厂商、老师、同学、邻居、朋友，或者是路人甲或路人乙，你会跟他们接触，而他们是否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呢？当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惊讶，还是羡慕，还是怀疑的眼神呢？牧师要问你，在你的生命是否能活出基督馨香之气呢？别人是否能感受到你是一个基督徒呢？平常与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你是否会谢饭祷告呢？之前不晓得你是否有如此的经验，你遇到一个非常喜欢捉弄人的同学，你在饭前祷告的时候，他会将你所喜欢吃的鸡腿或者排骨偷偷夹走呢？各位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兼不同的身份以及角色，我们是为人父母或儿女，我们可能在公司我们是主管或者部署，我们在校园我们可能是学生或者是老师，我们因着不同的身份与角色，我们不同的职场。若你是老师或学生，校园就是你的职场；若你是员工或老板，工作地点就是你的职场；若你是家庭主妇，家庭就是你的职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场，上帝他呼召我们要去进入世界去传福音，上帝他期盼在我们影响力所及的地方，我们都要在其中做光做盐，叫世界得以看见以及认识基督。这个呼召是对所有基督徒的，特别是基督徒的从业人员。别人要如何从你处事的态度看出你与别人不同呢？在尔虞我诈的商场，基督徒要如何实践信仰所教导的呢？若你是一个基督徒的主管，你处事的原则、带领属下的态度是否与其他部门的主管不同呢？若你是经营一家公司的老板，你所拟定公司的经营策略以及方向，是否会因为你是基督徒的缘故而与你竞争的其他公司有所不同呢？当你是一个基督徒老师，学生是否能感受到你与其他老师有所不同呢？我们教会就有许多的人，他们都是因为在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因为老师的影响而进到教会，而成为一个基督徒，甚至成为一个长老。各位姐妹，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聚集在教会一同来敬拜上帝，而我们周一到周六有6天时间，我们都是散布在各行各业，我们时常与同事，我们在办公室里面讨论事情，我们与同学在同一个教室讨论公事功课，一起吃饭，整整有6天的机会，都是上帝他所要赏赐给我们最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将福音来介绍给那些尚未有机会来走进教会的同事与同学。
我们在教会之中，我们时常听到上帝何等的渴望要将他所赏赐那充满平安喜乐盼望的新生命来带给这个世界以及好朋友。但是到了礼拜一，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我们是否都忘记上帝他交代我们的大使命，你们要往天下传福音的命令？我们是否对我们的同事以及我们的同学的灵命是缺乏关心以及热忱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工作职场看作是上帝要我们去宣扬福音的场域，在那里我们可以将上帝的爱以及恩典与那平常无法接受信仰的人分享，让我们的工作不仅仅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让我们是可以带着使命将基督的生命来带入职场，让我们可以在职场之中活出信仰，让我们不再只是一个每天上班的上班族而已。第二，牧师要与大家分享我们要如何在职场来宣扬福音。在职场要宣扬福音，并不一定我们每天我们时常都将福音单张放在同学或者同事的桌上，这样才叫宣扬福音。这些长时间与我们相聚在一起的家人、同事或同学，他们都是静静在观察我们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之中落实我们所信的。我们每一个基督的门徒都是耶稣基督最好的见证人，而要在生活以及职场上要将你所体验的信仰、耶稣的教导将它活出来，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将你所信的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践在你的家庭之中，将基督信仰的原则融入在你经营公司的策略方针之内。牧师觉得这是基督徒博士班的课程。我们在职场上难免遇到工作与信仰有所冲突与挑战的地方，身为基督徒，圣经的准则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尤其我们遇到许多的困难难以抉择的时候，当我们处在工作与信仰两难之间，该怎么做才是对的？牧师相信这是许多基督徒的从业人员他们内心的疑惑。我们该如何在职场上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呢？当我们面对许多似是而非，面对许多主管的要求，面对公司许多的权益利益等等，这些都一直在挑战我们个人信仰价值，有不同层面的冲突与挑战。基督徒在职场上有些事情会因着信仰的缘故我们不能做，但是别人却会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痛苦。然而却因着你对信仰的坚持，上帝会大大赐福于你。牧师相信每一位基督徒，你只要看重你是基督徒这个身份，你不仅仅愿意在教会之中努力学习圣经以及装备自己，当你在职场上你遇到冲突以及挣扎的时候，上帝他就要通过你之前曾经背过的圣经节来提醒你以及来鼓励你，让我们在彷徨无助无所适从的时候，圣经的教导就如同那黑暗中的明灯，上帝要引导你我们人生的方向。每一个能在职场上为主就做见证的人，他们都有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与上帝都有美好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敬畏耶和华，上帝就要赏赐陪伴他们，赏赐他们有足够的智慧以及勇气来面对他们工作上所遇到的难处。如同当年被卖到埃及的约瑟，他无论是在主人家做
奴隶，或者是他被下到监牢里面，或者是当他当埃及宰相的时候，他都一直与上帝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因此上帝就赏赐他有智慧、能力以及胆量来面对他人生的低谷。耶和华与他同在，就让他使他所做的事尽都顺利。纵使他曾经被卖、被诬告、被下到监牢，但是上帝都仍然与他同在。有时我们与我们同学同事，他们会问我们信仰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应当要随时准备好，将之前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如何为我们成就的大事，我们都可以告诉他们。之前在我们不同生命的处境之中，上帝他是如何走过生命的困境，他是如何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救主，在逆境与困境中他如何成为我们的扶持与帮助，我们都应该存着温柔敬畏的心来跟别人做见证。你是不是可以将你所理解基督教的信仰与他们分享呢？你是否随时有准备好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你生命的见证呢？秀莲师母曾经跟我分享她大学毕业时候的求职经验。当她大学毕业，她到日本日商的公司去上班，她参加面试的时候，董事长曾经问她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日商公司有很多点要开拓的时候，我们礼拜天要到每个人都要到卖场去做支援。秀莲师母就跟董事长分享说，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礼拜天早上他需要到礼拜堂做礼拜，若是下午他就可以去支援。那时候的日本商社的社长，董事长跟日本商社的社长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日本商社的社长就跟董事长讲说，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值得信任，所以我们可以录取他。所以秀莲师母他成为全公司唯一一个可以礼拜天早上不用去支援的人。当听到秀莲师母这么分享的时候，牧师想说，哇，这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值得把他娶回家。因为他可以在未来的牧师的家庭里面将基督的信仰带到我们家，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各位兄姐妹，不晓得你是否曾经思考这个问题，若是没有基督徒这个身份，是否会影响你原本的生活呢？在你的生命之中，基督徒这个身份占你生命多重的比例呢？是否会影响你做重大的决定呢？求主激励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越来越喜欢基督徒这个身份。求主充满我们内心，让我们是以一个基督徒，让我们可以引以为傲。之前孙悦他在卖咖啡，做卖咖啡广告的时候，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愿我们大家都可以将我们在教会里面所经验到那平安喜乐有盼望的新生命，与你最好的同学以及同事来分享。我们在教会的聚集是为了要散到各地去宣扬福音。求主激发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对福音有负担。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为你的家人、同学、同事同得福音的好处来祷告呢？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开始行动吧。请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的祷告。
让我们有如此的福分，来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来享受你所要赏赐给我们平安、喜乐、有盼望的新生命。恳求主差派圣灵成为我们的力量以及帮助，赏赐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以及勇气，让我们可以在我们各式的职场，不论是校园，不论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是我们的家庭，我们都可以大力的宣扬你救赎我们的大恩典，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人，让我们四周的亲朋好友、同学、家人都愿意来亲近主你。我们这样祈求跟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我们起立，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新圣诗159首，心灵的主宰成为我愿景。依然站立，我们以这一首虔诚奉献我全身，让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来成为我们将我们一生奉献给上帝。愿这一首歌能成为我们奉献的诗歌。
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富的赏赐。奉献箱放在我们教会三楼跟一楼的接待处。接下来是消息报告，消息报告。第一个，12月15号受洗转籍洗礼的学道班消息。预备受洗转籍的弟兄姐妹，请预备心向办公室报名。洗礼学道班在礼拜六上课，是11月16、23晚上的7:30到9:00，在6F03。那其他时间就请详细看周报。第二个，近期事工消息：马街杯篮球赛，本主日下午4:00到5:00，在真理大学室内篮球馆进行第4届马街杯乙组4强赛。我们和平教会将出战宜兰教会，欢迎我们弟兄姐妹莅临观战跟加油。我们也恭喜我们和平篮球队连续2年进入4强。第二个是圣本笃必进活动，你渴望听见神的声音吗？欢迎参加11月15到16号圣本笃必进，报名请洽嘉莹长老或是羽泉干事。音乐与生命，萧东山牧师生命见证分享会，11月16号下午2:00到5:00，七星中会北二区将在本会举行福音茶会，欢迎萧东山牧师的生命见证分享会。鼓励我们会友一起邀请福音朋友们报名参加。如果是101报名的话，两人报名全的费用全部由教会负担。那若自行参加者就需要缴交报名费100元。那报名请洽秀会长老或者是办公室。创世纪查经班，在11月16号上午10:00在5楼的礼拜堂进行。那第三个是全教会同工感恩餐会，这个费用是会由教会补助每一位同工400元，并且由参与同工每人自行付100元。一般会友或者是同工家属如果想要参加的话，成人每位缴交500元，7到12岁的儿童缴交200元，如果未满7岁的话就是免费。时间地点是在12月29日晚上5:30，在海霸王中山店举行。那请各位同工洽所属的单位报名，或者是跟办公室报名缴费。截止日期是12月15号，报名后当天如果没有出席的人就不再退费。第四点是圣诞节的活动，我们圣诞节的活动有下列的五个相关的哈。12月14号下午2:30是圣诞庆祝舞会，15号上午是圣诞节联合礼拜圣礼典，12月21号下午3:00是和平同来欢庆圣诞，12月21号的晚上呢是社区报佳音，那12月22号是圣诞联合礼拜清唱剧献诗，那献诗的曲目是欢喜已经临到。第五点是11月17号和那个是颁发107年学年度下学期奖学金。那颁发奖学金的名单是下面这些受奖的同学们，总共有10名哈。教会奖学金有10名，研究生4名，李敏轩、吴承恩、曾以宁、黄永谦；大专2名是吴嘉玲、黄乐印；国中3名刘子林、王荣涛、许立阳；高中1名黎信轩；林建良奖学金有2名是洪杰涵跟刘佑林；林胜蕊奖学金有1名是陈杰柔。
那牧师动态，本会牧师邱淑贞牧师在就是11月7号到11号之间是请假的，期间由光胜牧师代理。那其他消息请参阅周报。那我们今天要来欢迎两位新的朋友。我念到名字，请站立哈，让我们认识你一下。第一位是曾淑媛，曾淑媛姐，欢迎。那第二位是周新月姐妹，她是师大音乐系的新生，那她正在寻找教会，那我们也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青年团契。那我们也借这一点点时间，跟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打一下招呼。那我们等一下，礼拜结束后也欢迎，到二楼让新朋友，更多认识我们教会。那我们现在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祝福差遣的歌诗歌，兴盛诗395首，至圣天父，我感谢你。唱诗完，我们请杨牧师祝祷。请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你们可以平安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你们众人同在，一直到永远，阿们。请坐，今天的礼拜到此结束。散会后，欢迎兄姐到五楼礼拜堂为教会及各项公祷事项祷告，请大家默祷散会。